每一年新年来到呢，我们都会做一期在那个年份呢即将来到的新车介绍。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在2024年即将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新车。但是呢，这一次我们会 skip 掉一些主流的品牌，因为主流品牌的热门新车呢，我们之前在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啦，所以欢迎大家去点击回之前的影片。那么今天呢，会带大家看一些很有话题性而且很值得期待的新车。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还不知道 BH Petrol eCard App 是什么吗？那么现在就不要错过良机了，只需要现在下载这个 BH Petrol 的 eCard App 呢，然后注册用户，在你每一次添油的时候都可以累积积分，在这里拥有各种高价值的丰富物品等待你来兑换，其中就包括了智能手表、电子产品还有厨房用具。另外你也可以用这个积分呢来换取这个打油的优惠券、BH Petrol 的机油，还有 BH Petrol Mark 的独家商品。还有在注册用户的时候记得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XAutomachi，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的100积分。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首先呢，我们第一款要讲的是一款中大型的 SUV， 它是来自 Mazda 的 CS60。 这款车其实讲要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很久了，但是之前因为经历这个 Mazda 的这个产能啊还有其他的问题等等，一直到最近呢我们才确定它会在2024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那么在马来西亚市场呢，这款车的定位会很特别啦，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车身尺码的话，其实 CS60 呢它的指定对手会是这 BMW X3 或者是这个 Mercedes-Benz GLC 等等的车型，但是呢它的价格会略低一点。所以如果是讲它的定位真的是在跟这车一样的话呢，那么它的价格应该会很有竞争力。 CS60 呢是一款采用原厂全新开发的后轮驱动平台打造的 SUV 车型，虽然讲它是后轮驱动啦，但是做成了 SUV 之后它是有这个前轮驱动系统的，但是呢它会以这个后轮为主，那么可能它的扭力分配是30-70这样子，而且也因为后轮驱动的关系呢，可以为这辆车带来更好的操控表现。事实上呢，国外的媒体给予这个 CS60 的评价都非常的好，除了它的操控表现以外呢，它的质感等等也非常的出色啦。也因此呢，在2023年，因为 CS60 跟 CS90， 也就是 CS60 的三座版本热卖，所以马自达成功的转亏为盈，他们终于又赚钱了。那么在马来西亚市场呢，这一款车预计会以这个 2.5 公升自然进行引擎、2.5 公升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还有这个 3.3 公升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引擎为主。那么在这个涡轮引擎部分呢，应该是比较多人期待的啦。在 3.3 公升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引擎的版本呢，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 280HP， 峰值扭力表现 450Nm， 匹配8速的自排变速箱。那么我相信会有人讲到，为什么它的排气量 3.3 公升但是马力表现其实看起来没有很出色，那个是因为这个是低功率的版本，它有一个高功率的版本马力达到 340HP， 但是那个版本暂时是专属是这个 CS90 啦，所以 CS90 搭载的还是这一个低功率的版本。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们也会有这个新的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啦，最大马力表现是 302HP， 所以如果是以一个油耗跟这个路税还有动力的均衡性来讲，相信选择这个 PHEV 的版本朋友还是会比较多的，毕竟 3.3 公升的这个路税啊是不便宜的。预计呢这款车的售价会超过200,000令吉，那么以这个价位来讲，有多少人会买单呢？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第二款值得期待的车型来自尼桑，大家没有听错，是来自尼桑，而这款车型就是全新一代的尼桑 Serena。 其实之前呢就有网友目击到尼桑 Serena 在云顶进行测试，而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有跟尼桑，也就是这个 Adaran Tanjung Motor 进行询问，他们表示这款车没有那么快来马来西亚，但是最近根据得到的消息呢，这个全新一代的 Serena 会在2024年在马来西亚进行 CKD， 因为原厂在 Rawang 的工厂呢已经在进行这个扩建的工程，所以新车会在那边生产。而且在马来西亚生产的这个全新一代 Serena 呢，不仅仅是供应本地市场，也会出口到泰国。那么剩下关于这款车的详情我们就不大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 e-power 系统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而且是最新的 1.4 e-power。 那么什么是 e-power 呢？其实 e-power 就是我们一般上讲的这个增程式混合动力，它虽然搭载了引擎，那么这个引擎其实上是为了提供这个电力给电机，还有为这个电池进行充电啊，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带着发电机的电动车，开起来的感受还不错啦。
这个 1.4 公升的 e-power 系统呢，可以提供最大 160HP 的马力，峰值扭力则是达到了315牛顿米。我相信如果以家庭车来讲的话，这个动力表现是相当足够的，最起码比目前的 2.0 公升 S Hybrid 好很多。然后它的油耗表现可以达到 20.6 km per liter， 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除了马来西亚以外啊，大部分的这个东南亚国家油价都是比较高的。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全新代的 Nissan Serena 呢，提供七座跟八座的车型啦。一般上相信这个七座车型会比较贵一点，虽然我们知道它在2024年会上市，但是就不知道确切的日期。所以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记得留守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我们的网站，有第一手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第三款要讲的车型来自 Mitsubishi， 它就是这个全新的 B7 SUV X-Force。那么其实自从 Triton 呢跟 Xpander 在东南亚发布之后呢， Mitsubishi 在东南亚的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尤其是在我国，它单单靠两款车型就杀上了销售榜的第五名，这个真的是要拍拍手。那么呢，在2024年呢，据说原厂会引进这个 X-Force 来巩固他们的势力。其实这个 X-Force 呢是基于 Xpander 平台打造的 B7 SUV 车型啊。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轴距达到了 2650mm， 这个轴距在目前所有的 B7 里面算大的，可以跟它相比的只有这个 Vujo 的2008。那么这款车主打的是大空间还有丰富的配备，在动力表现的部分就没有那么出色，因为它配备的这个动力呢，其实跟这个印尼的 Xpander 小改款一样的 1.5 公升的这个自然进气引擎还有 CVT 变速箱，最大马力表现是 103HP。 然后除此之外，这款车也没有这个 All-Wheel Drive 系统，所以呢原厂表示这款车只是主打一个大空间丰富的配备，还有这一个高通过性，它的这一个离地高度呢达到了 222mm， 真的是很高。而且这款车据说在印尼当地呢是没有这个 ADAS， 也就是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或者是先进主动安全配备，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这款车是为东南亚市场打造的。那么它会不会有竞争力呢？我觉得还是有的，如果它在马来西亚 CKD 然后售价低于120,000 ringgit 的话呢，基本上它还是有一条路可以杀出去的。然后这边顺便 update 大家一下，这个 Xpander 的小改款据说是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目前马来西亚市场销售的 Xpander 呢会一直贩售到大改款为止，所以这个 X-Force 应该是大家的一个新选择啦。同样的，暂时还没有消息它什么时候会上市，有进一步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讲完了全面三款车型之后呢，接下来的两款新车呢基本上都是小改款的车型啊，他们都来自国产汽车制造商 Produr 还有 Proton。 我们先来讲 Produr 的版本， Produr 呢他们即将推出的新车呢就是这个 Activa 的小改款车型。事实上呢，这个 Activa 是2023年马来西亚最畅销的 SUV 车款，大家是不是很 surprise 呢？其实因为它的外观设计还不错，价格可以接受，然后配备也非常丰富，因此呢它成为马来西亚热销的车款其实也不奇怪了。那么这次升级在哪里呢？根据本地媒体爆料的消息呢，这一款车升级的幅度其实还算大，可能在外观设计上面只是做一点小点缀，但是呢据说它会导入以雷达为主的 ADAS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目前的这个 Activa 呢虽然也有这些 ACC 啊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的配备，但是它主要通过双立体镜头来侦测，因此呢它的侦测准确度呢就不是这样高啦，所以他们更换成雷达就可以提供一个更为精准的侦测。那么除此之外呢，时下很流行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据说也会导入这个 Activa 的小改款中，而这个小改款的 Activa 呢预计会在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发布。那么之前的那个 Hybrid 会不会加入呢，就暂时还不知道啦，不过我们相信 Produr 应该还是会以这个 Turbo Engine 为主。那么期待这款车的朋友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网站 update 啦，所以大家留守我们的网站一下。那么要讲到的最后款车肯定是来自 Proton 的，它就是 S70 的小改款车型。自从2018年年末在马来西亚上市之后呢，这个 S70 一直销售成绩都很出色，可是在2023年呢，因为它的对手开始有这个巨额的 discount， 又或者是产品已经老旧的关系，所以它的竞争力大不如前。它去年才刚刚卖了10,000辆而已，跟之前的这个成绩相比呢真的是差别很大。不过在2024年呢，它就会迎来一个真正的小改款车型。小改款改在哪里？首先就是外观大改。目前根据消息指出呢，它将导入这一个2022博越的外观设计，所以整个车头方面呢会有比较巨大的改变啊。那么在车尾呢只是可能修改一下后保险杆而已。
在内装的部分同样的也没有太大的改进，只是更换了一个更大尺寸，然后6+64 G 一体的全新触屏主机，以支援未来的功能更新。那么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就是目前有传闻呢，小改款的 Proton H10 呢不会再提供 1.8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所以以后都是全线 1.5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动力配置怎么样呢？其实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只要它的价格跟配置呢维持着一定的竞争力，我相信这款车应该还是可以大卖的。如果有朋友期待这款车的话，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哎 ，bro， 你在看什么？哦，我在看我的 BH Petrol ePoint 可以换什么物品咯。你看，有吸尘机，有吹风筒，有厨房用具，还有智能手机哎。还有哦，你可以用积分换这个打油的优惠券 ，BH Petrol 的引擎油，还有 BH Petrol Mark 的这个独家商品，应有尽有。哇，那么好的打油打风，或者在 BH Petrol Mark 消费就可以换东西，哪里看的哦？要会员费的嘛。很简单，不用申请，不用会员费，你只需要在 Apple Store 或者 Play Store 下载 BH Petrol eCard App， 注册用户就能在你每一次打油的时候累积积分，各种丰富物品等着你去兑换。在 BH Petrol eCard App， 你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积分和兑换物品。除此之外，最新的优惠和油价更动也能在第一时间里面在 App 看到。还有，不要忘记注册用户的时候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X Automatic， 就能获得额外的100积分哦。赶快下载 BH Petrol eCard App， 注册用户收集积分兑换你想要的东西吧。哇，这个智能手机我想要很久了的哦，那我也马上去下载了。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把它下载起来吧。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在这一期的影片里面呢，其实我们有故意不提及两个日系品牌，分别是 Toyota 还有 Honda， 另外 Prozo 的 D66B 我们也没有谈到，这个是为什么？像是这个 Toyota 的 Yaris Cross 还有 Prado 的 D66B， 我们之前的影片已经讲过太多次了，所以这一次就不讲了，慢点人家叫我们灌水。至于 Honda 呢， Honda 在明年会确定有一款全新的车型引进马来西亚市场，但是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先不讲这款车啦，等时机恰当的时候我们才来谈一谈这个 Honda 的全新车款。那么以上我们提到的五款车里面呢，大家会比较期待哪一款？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拜拜。